你看哈、哦，我们在写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连着写，哈、啊。对。你看他一笔一笔，人家这样是大书家，我们不是大书家，都写的比他快。他这个函哈、哦，上面那个帽盖子哈、哦，没有长，就是他左右开弓没有写到很长哈、哦。啊，你万一写长了也是可以。啊，也是可以，但我现在就说，我们尽量跟他一样。好，这个筋，它很开，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嗯，嗯。这个对中写，它这个字的特色就是所有的线条都不长。